全面汇集，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文旅是我们的朝阳产业，新兴产业。第六届中国农民妇女节在怀化红山市共同庆祝第六届中国农民妇女节。看到了咱们洪江市一粒种子改变世界，就是我们洪江市人的骄傲，希望我们的洪江市这边的文旅产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安江是一个人杰地灵，是一个物种变异的天堂。我们这次开展这次农耕文化运动会，能参与到其中特别开心。袁隆平院士在这里研究成功了杂交水稻，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是从这里出发。我在这里诚心的邀请大家到安江农校来做客，我在安江等你哦。